哎，我们跳哪里啊，兄弟？随便跳。哎呦，这么有性格啊，兄弟！你们飙啊，你别飙，我落地就变成盒子啊！太没志气了吧，兄弟！我也没玩过这个游戏，刚下载的。真的哦，没事没事。也没有玩过，好紧张现在，真的。不要紧张，不要哎，第一次都难免会紧张哈。我教你哈。这里怎么没有人？我操！你在逗我吧？是逗逼啊！太可爱了吧！我逗你啊！我准备死了呀！救命！哎、欸，是哦，你好可爱哦！我头顶有个人，还可爱。没事没事。还没有。哎、欸，我帮你了。他哎、欸，他在你上面那一层。啊，他在后有后有后有。你要一下，你要一下。他们都到这个你的下面去了，你有感觉吗？你下面有感觉吗？我房子里就有一个啊。不是、啊，我说你下面有没有感觉？你说一下。我没有这。哦，好，没有，好，可以可以。哦哟，可以啊，三个小时，兄弟，牛逼。左边有一只，可是这是兄弟吗？哎，干了一个，干了一个。我得补一下，我来护驾你啊！进来！啊，我进来了！你进，我进来了！啊，我进来了！哎，他怎么死了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呢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他给我跪着啊！有没有急救包？我给急救包我。哎，只有这个哎，普拿疼吃一下，好吧？我对你好不好？你说，你想对我哪里好啊？对我下面好吗？啊、我对你上面好啊！哎呦，能不能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这种骚逼值得一战。喂，左边，哎，下面看到，兄弟，你这个精湛的走位，哇，可以啊，帅气啊！哇，我好紧张的。你很紧张吗？还怕吗？太紧张了。还怕痛吗？好怕，第一次已经没了，就不怕痛了啊！这个逗逼啊，兄弟！你现在才知道吗？兄弟，你是要逗逼？我载你啊，好不好？你给我载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要带我上天吗？带你飞天啊！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。然后一起去东京喝吧！哦哟，看到了没？精彩操作，有吉呢，有你可乐。你们两个要是摔死了，我给你们一个雷。不可能摔死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这个车技是非常的牛皮的。哦，输、欸欸啊！好紧张，好紧张！哎，空投！帅不帅？你要分享一个东西给我。嗯，你想要什么？给个想你好吧。我想要你呀、啊。嗯。老实话，你卡住我了。我就是要卡住你的心里呀、啊。给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、啊。就没有你穿，你穿，我不穿，我穿。开玩笑的。你们两个骚逼我！为什么你那么可爱啊？我可爱？对啊，你为什么那么可爱？可爱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可爱就是很萌哒。你们旁边还有个空投开车去拿。哎，早就捡了好吗？另外一个是香港朋友吗？是不是啊？还是我、哦、看到了。香港零，来吧，兄弟。哎，四号你什么星座的、啊？你先猜一下好不好？哦，猜一下哦，好，那个母羊座，白羊座。哎，对了，隔壁的。嗯、隔壁是不是、啊？双鱼是不是、啊？啊。双鱼吗？不是啊，金牛啊。啊、哦，金牛。你在这打，往右边走一下，往右边走一下。捡完东西，赶紧过来，这里有人了。OK。啊，那你猜我什么星座的，兄弟？你什么星座的？对，猜一下。都有什么星座啊？对啊，什么星？猜一下啊。摩羯。不是，我为你量身定做。
我天哪，我的怎么这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好痛啊！哎哎哎，主要去哪里啊，兄弟？哎哎哎哎哎哎！不是啊，我要去哪里啊，兄弟？你们都跑那么远了、啊，我丢！啊，我丢是港，我丢是香港吧？是不是？我在房区里面都他都能补我，真的哦！不要哭，不要哭！哎哎哎哎，我们两个哎双胞胎，哎可不可爱？哎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？别！哇，差点一枪打死你！看到没有？人啊！哪里啦？哎，你们高倍镜给我一个啊！我没有高倍啊！没有啊！哎呀，我们两个毛虫啊，兄弟！哎，我可不可以打一下人啊？没看见人啊！被四号打进去了啊！进去了。嗯，四号打的时候不用抬那么高，往下面抬一点。啊，你也打我一下啊，兄弟！可以了，快走啊，对我。哎，你有没有走？你有没有机瞄给我一些啊，兄弟？机瞄有没有？手榴弹有一个，你要不要？哇，你不要在这里尿尿啦！嗯。没啊，死了，兄弟！没死，快点！哎呀！右边还有一个，右边还有一个！我要扛你啦，兄弟！兄弟，我还想活，我想跟你活久一点呢、啊。不要救我了，不要救我，兄弟，不要！可以吗，兄弟？打不到，打不到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不要啊，兄弟！啊，别走啊！兄弟，拿着我的补包，我丢了。你拿我的补包，你。是这个兄弟吗？可是他会进来吗？是这个吗？你是三号还是四号？你猜一下。你刚刚为了救我，我好感动哦！我也是。我可以看看这边的来人有没有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啊靠！不，这有人看上我们了，门了。完了，不要动，看那边，你看那边。我看右边，看到了，我脸上。哇，太高！后空翻啊，兄弟，帅气啊！太死我，他还想拿雷炸我们，天哪！他一个后空翻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哎，怎么回事？下面215，趴我脸上趴着。你下来。啊，就在脸上，就树这里。你可以打死他，可以打死他。我打不到，我看不到。你可以的，我不行。打他！耶、yeah! 啊！快点吧！哎呀，队友啊，哎呀，队友！啊，他丢雷，他别动！趴着！好。他在左边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站起来打他！耶！哎，厉害！来，往后面走，哎，左边走，对，左边走，走，往左边走。我先看一下，还没说圈，我先扑一下。不要动，蹲着好不好？他丢雷了，雷来了，哎，你死了啊！哎，他这，哎，站，蹲起来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帮我按个赞，也可以到 Twitch 实况这边跟我做一个及时的互动。最重要的是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，你就可以得到我发布影片的第一手通知哦。那我是李听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